真是清静。你的追随者呢？他们有考试。那真是太遗憾了，他们没有办法看到男神被打趴下的那一幕了。你想干嘛？是时候让你见识一下我的真实实力。我根本不需要什么保镖，也不需要你。好啊，比比吧。千万不要手下留情，不然你会死得很惨。你放心吧，你们到一边去。他是不是来踢馆的？你们的记忆啊！腰还疼吗？废话。你的黑带怎么得来的？往前做活动，10块钱包邮。笑什么？我小学的时候可是很厉害的。还有啊，你说你为什么那么用力啊？干嘛想用你那个万能 case 给我接骨啊？既然只有小学生的水平，就不要摆出世外高人的样子，还说不要手下留情。哦，就，哎呦，居然打我的，你，你不该打吗？故意去做危险的事，难道不应该受到惩罚吗？你笑什么？小管，其实你很喜欢我吧？虽然有约定在先，但你完全可以不管我的。可你还这么担心我，保护我，所以你肯定非常非常喜欢我。怎么了？我好像做了让你误会的事情，对不起，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没有告诉你。
就是关于车祸，我为什么要救你的原因。事情发生得很突然，我当时很犹豫要不要救你。你流了很多血，也正是这些血救了我。只要我反哺血液施救，你和我之间也就有了感应。我知道的。 我发生危险，你都会有感应的。没错，你一遇到危险，我就会有感应。这会提醒我，尽快来救你，也等于是救我自己。因为一旦你死了，我就会在一段时间里再度陷入休眠。在此期间，如果我没有及时隐藏起来，或者被仇人找到，那么我将任人宰割。 生活久了，就没有心了吗？你不要过来，就这样吧。我认输了。希望你赶快找到你的仇人，然后离开我。不是毫无保留的爱情，我根本就不稀罕。 所以你也不用担心我会对你死缠烂打，让我们回到过去，彼此原来的生活吧。等不到花再开，等不到那未来，本就不该生出期待，便自己能释怀。不过是两个人相爱，爱来爱去的。 夏芝已经 OK 了。陈景哲，哎呦，导演，这，哎呀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这还不是杀青戏呢。不过，小芝，你为咱们这部戏贡献了最好的一场戏，啊，哎呀，那个。